接发球，发的漂亮啊！谁能够先去给中间给正手去调动对方？回摆。 漂亮，连续，啊，陈梦和后势要带提高，反出台，想要侧身，给中路再撕回反手，孙颖莎换一个发球，换到正手位来发，勾正手短。 回摆，反手相持率先变线，反手对住，这是勾正手短，连续的顶中，勾正手短，劈长，反手快撕，想要。 连续进攻，哇，陈，他有这个1.67米的身高，所以护台能力也比较强，凶狠，变一个大角度，发球抢攻，防回头，哇，好球，好。 反手连续相持，转正手进，还是正手短，直接开长球，哎也是，勾正手短的抢进攻，还是发正手短，反手上手，反手连续相持，好球。 给中路转正手进攻，两个人连续的给中路，回摆反拉，漂亮。 回摆，还是控制台内球，反手相持对住，给正手压回反手，哇，再来，陈梦防守，哦，又有点擦网，漂亮，哇，两个人又退回到反手位，还是打相持，反手对住，变中路。 反出台，反拉，连续的中路进攻，赌一个大角度，陈梦打高球。
好球，破。正手短，有点着急啊，这个。好球，这就漂亮漂亮。啊，后一个中路的极长，还是对反手漂亮。漂亮。的这种打法上的优势去补足陈梦的短板。先来看这一分，哇，反手的多拍，两个人一直板打法，前三板非常的细腻多变。回摆，索引沙抢上手，防回头，哇，连续，哇。哇，发，直接奔长球，哎，好，还是给正手短，回摆抢拉，传直线，连续进攻，漂亮，反手相持对住，正手连续进，还是发正手短，反手上手。给中路，哇，这好球，再给到中路，两个人又是反手，好球，不防出高质量的回球，所以大家都说漂亮。就是反手相持，漂亮，哎，好球，漂亮。连续顶中路，顶反手，再到中路，正手短，回摆，陈梦上手，这给正手短，孙颖莎率先上手，哇，翻出台，翻出连续相持，正手短，你就解决问题，一板就弄死对手，反而会出现。多拍相持。好球，所以反手连续对住顶，陈梦上手，这个漂亮，一个最后时刻，孙颖莎这边已经是有一点软了，这样4-2，陈梦战胜了孙。